今天吃一份麻辣匠人火锅，这个是麻辣牛肉口味的啊，里面就是纯牛肉的。拆开吧，这一盒438克，我的妈呀！一个蔬菜包，这个是豆皮儿，再来一个荤菜包，里面带牛肉的啊，再来一个陈醋，火锅底料，这个是粉条，加热包，小蘸料，方便筷子哈，这料包也太多了，不会是大品牌的。这个是拿出来单蘸的，给它加水，然后自己放个福袋，开始倒入凉水。你一笔记得我快订单，今天就抓手。我妈的，太爽了！吃火锅了。哎呀，这些火锅真是一分钱一分货，质量太高了。哎呀，好吧，纯肉啊，牛肉。笋。我是爱吃火锅里面的水，土豆片，豆片，年糕的，那事儿啊，肉。